无糖系做所用来晒谷嘅场所，咪系亲戚朋友储料嘅位所。为咗为打造安阳嘅客种宠物，后面非同台中市政府向下市嘅3000万元，啲台中市嘅新社区来开嘅客种无糖宠物计划。同时办公过后，唔但请组队来做防疫嘅运动篮球场，咪组队提供用钱客家好嘅休闲环境。客家卫健会同台中市政府立得关键，还有其他个地方民间代表，向下为客庄无墙墙壁建置计划来主持庆功典礼。而且呢，场所都新设天气系头一日，当地乡亲每都现场来关心。原本有很多的灌木，然后有很多的杂草，比较阴一些啦，然后都会淹水。然后现在已经改风雨篮球场之后，就有很多的民众啊，可以来这里运动啊。台中市新社天气是客家春天发电器，但是冬天什么客家发通的场所。而且呢，客委会同台中市政府向下拿出3000万，到新社老年文康中心巡访，去825平的客庄无墙墙壁建置计划，咪是说嘉义的运动篮球场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户外的大型，那有遮阳，那有遮风避雨的一个广场，那当地的民众呢就可以来打篮球，可以来运动哈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计划，对于我们新社地区哈，那是一个大喜事。你新社区的好朋友嘛，做得来多点无糖啊，见证来打球也好，打水果也好，都得错了，当然要期待你啊只无糖的计划都得糖一多，你。客家话对调位。台中市客委会讲，新设的客庄无墙按算年底不完工，台东市同丰年的客庄无墙分别不到3年同6年完工，都是无盼启用来帮乡亲如何发通的空间。客家新闻李新龙台中报道。